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61面。361面，从第三行看起。第三行，第二句，一切自在，即一切无碍，亦即一切圆成矣，圆满成就，融通无碍，才曰自在。这是世尊总结前文，赞叹法藏比丘修普贤誓愿的大贤，才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的种种功德。这是修因，果德所感的呢，是于一切法了得大自在了。这一切自在呀，就是一切无碍。障碍都没有了，可以随意变换，一切圆满成就，这是大乘教师常常教导我们的，我们能够将一切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必须知道，这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世间法不可得，佛法也不可得。为什么？自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得什么？自信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它不是现象，所以无所得了。我们有得失的这个念头，这就是无始无明，这就是所有烦恼障碍的根源。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就见性了。什么叫见性？得大自在就是见性。也就是一切法圆满成就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感，你能同时应一切众生，这大自在啊！无量众生有感，无量
众生你就能应。啊，就像我们眼前的屏幕一样，屏幕就是自信，里面的画面千变万化，幻象啊，就好比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什么地方有感，什么地方就有应啊。屏幕每一个方寸，每一个点，它都应啊，千变万化，像《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啊，畜生无尽是因啊。我们其实跟诸佛如来毫无差别，所以佛给我们讲真话，我们听不懂。真话是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成佛是什么意思？就是此地这两句话了。加上前面一句三句：一切自在，一切无碍，一切圆成，这就叫成佛。这三句就在我们先前了，就在当下了。非常可惜的，我们自己不认识，这叫迷。迷它还是起作用啊。它还是一切自在。因为我们迷了，我们有分别执着，就不自在了。你想想看，去掉分别执着就自在了，有分别执着不自在了。本来一切无碍，现在有了分别执着，它障碍就来了。无量无边的障碍。本来是一切圆成的，一切圆成就像十宝图一样。也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是一切圆成变质了，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变质了。变质是假的，是虚幻的，圆成是真的。一真法界是真的，没变呢，是自己看错了，不是真变了。真的怎么会变？是自己误会了啊。我们把屏幕比作自信，自信就具足这三德：自在、无碍、圆成。迷的人怎么样呢？这影像啊，在屏幕上出现了，这人着急了，哎呀，我被染污了。我不喜欢这个景象，这影像被染污了自信了，就这么个情形。一刹那之间，这景象又换了，他始终没觉悟。
以为一直都是在染污，殊不知根本就没有染污。啊，慧能大师告诉我，本自清净，没染污啊，本无动摇啊，没动啊，自心没动啊。啊，这个理跟事都有相当的深度。啊，老同修，听经多少年的，我这个说法，你会有一点误处。初学的人听不懂啊，啊，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圆满成就，融通无碍，才曰自在。啊，这是解释“自在”两个字的含义。啊，圆满成就，就是圆成，融是圆融，通是没有障碍。没阻碍，这叫大自在。明心见性的人叫得大自在。又观自在菩萨之圣号，欲此深密之宣旨。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心经》啊，第一句观自在菩萨了，这个观就妙了，深妙无极。啊，我们不懂得观，我们用看，看就不自在了。看见，你看见没有？我看见了。看见是什么？第六意识，迷了。啊，菩萨没看见，菩萨观照，照见。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他不是看见啊，看里头有分别有执着，照里头没有分别执着啊，像我们照镜子没分别执着啊，这个字用意就很深。啊，自是自信，是自信的，自信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啊，观自在的意思，寥寥见心，寥寥见心。世界甚深般若啊，这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哪个人没有呢？谁没有起作用？你天天都在用它，你天天根本就没有离开它。它起作用，
诸法实相啊，确确实实是自在，是无碍，是圆成啊。可是自己完全不知道，佛菩萨慈悲为我们开示，只怪我们自己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菩萨怎么用力，我们这个门开不了。菩萨慈悲指示，做出我们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可惜我们看不懂，我们完全是用情识，去对待它，啊，完全是用分别执着去理解它，结果怎么全都搞错了。啊，自在变成不自在了，寥寥不是见相啊，啊，不是见性啊，而是见相，幻象。寥寥不是见心啊，啊，是见到七情五欲了。完全错了。如果能像菩萨一样，菩萨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明白了。我们真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跟观音菩萨没两样，确确实实寥寥见心，寥寥见心，照见五蕴皆空。无蕴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色法是相分，物质现象；心法受想行识，这是属于心法；色法、心法都不可得。无蕴皆空啊！啊，换一句话说，现代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都不可得，没有啊！这两种现象都是假的。啊，都是幻想。啊，都一切苦厄。你物质上的痛苦、苦难没有了，精神上的苦难也没有了，这叫都一切苦厄啊。你在物质精神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解放出来了，
这叫度一切苦厄。解放出来之后，你在这些现象里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里面得自在了。基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是则以自在为因呢？任以自在为果，因果同时，不可思议。因为你观慧的成就，见心，见心是因呐，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里面得大自在，这是果。我们讲什么？神通妙用。这是果啊！心自在是因，我讲简单一点。事自在是果，你心是自在了，事上就自在了。无论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自在呀！随佛法，不论哪一个法门，84000法门、无量法门，无论是哪一个法门。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修学终极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我们净土宗现前的大自在明心见性，叫离业心不乱。修进净土，当下正等的，叫离心不乱。如果是事业心功夫成片，他们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正等的，现前未正等，现前取得了往生。弥陀戒淫的果报，到西方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明心见性。绝对不是说念佛人不求明心见性，那就错了。那你完全误会了。净宗法门，待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活着去的，并没有死。这个诸位要知道，所以它叫一生成就的佛法。如果极乐世界死了，再到西方世界去往生了，那不是两世了吗？
它是一世，它不是两世啊。啊，中阴往生还是一世，他没有觉得他是两世。两世一般来讲，决定有各因之名。前世的事情忘掉了，记不起来。啊，一世没有这个现象。啊，一世这三世是永续的，是个相续相。又会数注意。经营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成就世间自在王佛。啊，是自在王佛之果故。啊，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法藏菩萨，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佛。啊，学生的自在，那就是成就。老师所证得的果啊，因一切法者，即四十八愿之法。你看这个说的多么明显。让我们后学的人有所遵循呐！啊，一切法就是四十八愿。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一展开，就是一切法。四十八愿能成就你在一切法里面得大自在，为庄严净土法，摄取众生法，庄严法身法。下面有解释，意为法藏四十八愿悉皆圆满，愿中所摄一切之法，悉皆圆融无碍，成就世间自在王佛的果据，故曰一切自在。果据是一，不是二。成就果据的因性有无量无边的，就像一个中心点。啊，果觉像一个中心点，一切众生从十方世界而来，方向不一样。
缘尽不相同。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了。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长安。国家首都在长安，无论从哪一方面来，最后的目标是到长安，也就是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最后的目标是自在王佛的国土。大家都证得世间自在王。世间自在王是所有一切修行人古德的共称啊，不是一尊佛了，共同的德好。啊，如果要说是哪一个人，这上头要加个名号。啊，那就知道哦，这是哪一个人？不加名号呢，是共同的。啊，就是当人自信呐。啊，前面说得好啊。自是自信，是自信。啊，自信自在，自信自在啊，是这个意思。亲朋济亲居士。于此经文呢，亦有深解。啊，它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无量寿经起信论》，彭济清居士做的。啊，简录如下，啊，简单的记录这一段。经文，法藏以无量心呢，真如自信，就是无量心，发无量愿。无量愿就是48愿，其无量心，前面我们读过，无界修行，在我们中国过去，无论在家出家学佛。你拜了一个老师，老师教你啊，从哪里教起呢？从戒律教起。时间是5年，啊，也就是说，5年学戒。
皆为无上菩提本呐。啊，古人都守这个规矩，一板一眼，不敢有丝毫差错，所以他都还有成就。啊，现在人把这些规矩啊卸掉了，啊，不要戒律了，啊，直接就入了经教了，所以经教不能成就。啊，你在经教里面用了几十年时间，学到些什么呢？佛学常识，不起作用啊。作用是什么呢？作用是变化气质。你学佛多年，你的变化没有，气质没变化了，就是你不得受用啊。啊，得受用的人呢，转凡成圣，转迷为悟，这就起了作用了。啊，中国诗书里面所说的脱胎换骨啊。你原来是个凡人，那你现在变成圣人了。原来你心浮气躁啊，现在你有定有慧呀。啊，气质变了。依照古人的老方法学习，没有这种殊胜的效果。啊，不走古大德这一条路，啊，我们自己要创一条新路出来走，那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爆炸。你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你一生所干的是佛学，不是学佛。啊，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学佛可以成佛，佛学不能成佛。这要搞清楚啊。啊，学佛必须把经论里头所说的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行为，变成自己的生活，这叫学佛，真管用。有戒。就是有规矩，有禅定，有智慧。啊，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能解决自身的病苦吗？能。我们见过
但是也有不能，我们也见过。啊，玄奘大师走的时候很痛苦，严重的病苦，这是一代高僧呢。有人问他了，难道你修行功夫不得力吗？他告诉人不是的，过去所造的业障太重了，重罪轻报。这个示现呢，是告诉我们因果，真有啊，不是假的。啊，真正忏除业障，改过自新。种种事情与个人大运有密切的关系。无一不是教化众生。示现给众生看了，善因善果，恶因有恶报啊。世尊当年在世，有3个月麻木之报。孔子当年在世，也有在臣绝粮。当然饿，没东西吃。啊，大声大显，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的福报、智慧，不但比不上佛陀，我们跟孔子比也比不上啊！佛陀跟孔子一生借鉴呢，用现在人的话说，一丝毫都不浪费。教人要惜福，修福固然重要啊，惜福比修福更重要。啊，你修的那点小福报啊，那平常都享用享尽了。啊，不懂得惜福啊。啊，到灾难现前，你怎么办？你后悔莫及。能节省的，尽量节省。啊，该用的用，不该用的就要节省。尤其将来，这科学家警告我们，将来会有粮食危机，会有能源危机，
会有水资源危机，还会有金融危机。全球性的大灾难，我们如何应对？念佛是总方向，总枢纽，可是细心，至少要学识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啊，这是德行呐！待人要温和，姿势要低一点。要善良，要谦虚，要节俭，要礼让，不要争啊，要学让。普贤菩萨十愿里面的德，你们想想看，细心去想想，每一条里头都具足了温良恭俭让，从礼敬祝福到普皆回向，愿愿都具足。不具足这个德行呢，你怎么能修？无量无边种种功德，十大愿王是可以让你成就无量无边种种功德十愿里头，愿愿具足十善业道，每一愿都具足，具足十善业道，我们也就联想到了法藏是菩萨，是大乘。菩萨能把十善业展开来成为八万四千细心，那么我们就晓得普贤菩萨十愿愿愿都具足八万四千细心，这样才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果报与一切法而得自在。所以彭济清居士说，法藏以无量心发无量愿，起无量心，无不一业称真如法界。真如法界就是极乐世界，其无量行无界转修，
啊，我们今天佛教衰在哪里？五年专修戒律，疏忽了。不提这个事情了，也不讲了。由这几两个发心来讲的，讲的不够透彻，自己功夫没到家，讲的别人不相信。不起作用啊！必须自己真正做到啊！还得要能忍受一切磨难。你发心做一点好事，真好事啊！别人回报你，沽名钓誉，顺利，别有用心，一定有企图，有目标。啊，人家都往负面的去给你想法，不承认你的善行。啊，在今天的社会，太多太多了。你听了之后，你能不能忍？啊，不能忍的灰心了，算了，像阿罗汉一样，众生难度啊，他不度众生了，太难了。啊，阿罗汉退心了，只有菩萨不退心，菩萨还继续做。菩萨能忍啊，到最后，菩萨的缘尽，业无所得，离开人世间了。大家想想啊，那个人他真的不是为名闻利养啊！你知道他是个好人，好人已经不在了。啊，好人去的地方一定好。啊，现在我们了解，肯定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啊，那是上善人的俱乐部啊。我们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没上善怎么行啊？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具足上善的条件啊，不是上善的条件，不能往生啊。那你就要晓得，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啊，往生有瑞相，
头顶是热的，能不能证明他真的往生呢？不能。为什么？头顶热，升天，头顶是热的。来生到人间，享受大富贵的，他头顶也是人的。总而言之，头顶热，决定生善道，不一定能往生。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往生？他自己说的，他在临终时候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他去了。这是真往生。他自己没有说，有这些祥瑞也，他决定不堕三恶道，这可以肯定。人走的时候瑞相很好不堕三恶道大家都说往生，那什么，对他的家属一种安慰而已，那你是真的。真往生的人有感应，他真的是往生了。你天天念他，天天想他，他会托梦给你，会把他现前状况告诉你。如果他往生了，他告诉你我在极乐世界了，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那这些往生，他为什么不多托梦给家的人呢？因为时差不一样，他到那里忘掉了。极乐世界一天呢，这人间好大概从几百年、几千年了，忘掉了。你真老念他的时候，他有感应。他会给你报信。那么再说，别人能不能往生，他的事情这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不能往生，这第一也重要。我能往生。我所认识这些有缘人，他无论在哪一道，我都能看见；无论在哪一道，我都能听得到。为什么没有障碍了吗？你得自在了。他什么时候缘成熟，你也很清楚。缘不成熟，你跟他接触没用处，只有给他添麻烦，不会给他添好处的，给他添情执啊，添烦恼啊。缘成熟就不一样了，你所说的，他相信。他能接受，他能依教奉行。缘的成熟有前身不一样。
不是一生一世就帮助他成就的，不是的。有些要经过很多事。啊，就像小孩念书一样，他念小学，把他提升到中学，中学提升到大学，大学提升到研究所，到最后他才能成功。佛菩萨照顾众生啊，生生世世啊，不相舍离，你是真恩多大。啊，但是世间人健忘，啊，确确实实忘恩负义啊。啊，佛菩萨无尽的慈悲，你对他忘恩负义，他还是照顾你，这真难呐！不是忘恩负义的不理你，不是啊，永远照顾你。啊，你要问为什么？他清楚，他知道你有佛性，他知道你有真心，你是一时糊涂，一时迷惑了，做错了事情啊，招惹的恶报。恶报受尽了，良心发现。良心要不发现，你在恶道里头永远出不来。啊，你是几时你能够离开恶道呢？几时良心发现就出来了。啊，良心发现。承认自己错了，还不承认的时候，这良心没发现呢，还得继续受苦啊！上面这一段文。言一切法者，即四十八愿之法，为庄严净土法，摄取众生法，庄严化身法等等，亦为法藏四十八愿，悉皆圆满，愿中所摄一切之法。悉皆圆融无碍，成就世间自在王的果据，故曰一切自在王。啊，这一段话，我们要多念几遍。时时刻刻的让他来提醒我们。啊，彭吉新居士的话讲得要非常之好，以无量心，发无量愿，起无量心，说的话简单明了，无不夜夜称真如法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与自信心的圆满相应，众生无量。国土无量啊，菩萨随顺众生，今不可说不可说，若有他解，入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佛土，现以无量形骸而言尽之，是庄严佛国土。
首先要知道，众生无量，国土无量，菩萨所在之处，现以无量形骸而严禁之。严是庄严，净是清净。这太伟大了！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菩萨示现在你干什么？庄严佛土。净化人心呐，心净则国土净。那么庄严净这个佛陀的方法。世尊在世，完全表演给我们看了。不是短时间的表演，49年的表演，身心言教。身心庄严呐！言语的教诲，49年如一日，没有中断过。于明文利养。毫不干涉，一生为我们实现的清净心、清净身、清净意，勤苦教学，没有要人对他尊敬，没有邀请人对他供养，一生没有收过一个学生的学费。他也没有付出，因为他们生活的方式是徒步。于社会，于众生，无取无舍。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样子，这是菩萨行啊，圣行啊，只有圣人才做得到。凡夫起心动念是厉害，与我有利的事情我就干，与我没有利的事情不干。与我有害的事情更不会干。我们从世尊
一生行仪当中细心去观察，人会开悟啊，会升起智慧。所以这何呢？以法界本无两故啊！如是严禁无量佛土，度脱无量众生，而十五国土可言了，业无众生可度啊！有理有事。为什么要庄严国土？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任何一处国土，以清净心、平等心去庄严，庄严什么？为大家做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在一切法里头无取无舍？下面说了。庄严佛土，十五佛土可以；度脱众生，亦无众生可度。这是从理上说的，从心上说的。自己真干，念念不舍过度众生，是从事上讲的。事真干了，心里头是一丝毫的不染，知道过度众生空啊。是幻象的，不是真的。就像在做梦一样。这些众生确确实实是在梦中。在梦中造业。在梦中受苦。在梦中受难。他没有醒悟过来，他把梦境当真。佛菩萨眼目当中可怜悯这个。要不要做呢？要做。有没有妨碍呢？没有妨碍。没有妨碍菩萨清净心，没有妨碍菩萨的大自在。菩萨跟这些众生有缘，因为众生有感，佛菩萨自然而然的起应。佛菩萨应化众生，
绝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他的自在，我们不得自在。我们认为真有。啊，为什么说没有众生可度？没有过度可言，所以这后一法界即非法界故，众生即非众生故。《金刚经》上讲的透彻，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国土者即非国土，是名国土。凡夫把它当真啊，佛菩萨看的是事实真相啊。啊，世界悲智双融，离世无碍，故能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上至二说正好互参。啊，你两面都看清楚了，你就明白了。啊，既然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那随他去就好了，何必还应他呢？别管它算了嘛，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嘛。啊，这不是阿罗汉比佛还聪明吗？阿罗汉不管呢。啊，佛为什么要管这个事情？其实佛真的没管。没管他怎么来的呢？感应不可思议，正如同江本胜水师宴一样。啊，我们凡夫执着一切都有啊。啊，我们对谁送一个信息，我喜欢你。这水的反应就一个图案给你看。我再送个信息，我讨厌你。它反应是自然的，谁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没有。啊，自信起用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试验去体会到一些。佛菩萨是不是真来了？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真来了。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你说真来了，错了；你说假的，也错了。只要你起心动念，你就错到底了。怎样才明了他的事实真相呢？把妄想、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统统放下，就明白了。变法空间、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啊，我们人生这个身体是一体。啊，我们左手被小虫咬了一口，痛痒，
哎，你看，右手他自然去给他安慰，给他抚摸。那右手间他是左手，他跟我不相干，我管他的事情干什么？他一通信息就传达到全身，自然就去了。你要去研究他为什么要去？他真去了还是假去了？我们不能理解，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变现出来的。不但一切有情众生跟我们有关系、有感应，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他有没有信息？有。只要有现象，它就有信息，包括自然现象。这现象从哪呢？全是从波动。波动就是它有发现，它有接受。一面发现自己的信息，一面接受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信息。这是诸法实相这些信息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它没有形象，可是它真的存在。波动是有相了，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里面发生了精神现象，精神现象里面发生了物质现象。现象是动的，自性是不动的，动不妨碍不动。不动也不妨碍它震动。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就像梦中境界一样。梦中有自己，也有别人，也有树木花草，也有山河大地，也有虚空法界。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是假的，清清楚楚，醒过来，还记忆犹新。你说是真的吧？了不可得。他从哪里来的？醒过来之后，他到哪里去了？不可得。实际上的虚空法界，跟梦中境界真的没有两样。所以佛经上用一句话来解答所有的现象，叫法而入世。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要去研究它，你要去了解它。它永远没有止境。
它没有源头，因为它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所以最后一句话佛说了：“唯真方知，一见性全明白了。”你没见性，讲不清楚。所以佛法的修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对于这些事出世间一切现象彻底明白了，这叫成佛，这叫得大自在。下面这一句话说得好，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这是真的，语言讲不清楚的。分别是用意识，所以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办法说明。语言跟分别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这些现象范围是无限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语正是金刚王宝剑，直下斩尽众生情结。唯有在这个里面把情见放下了，情见是妄心，阿赖耶、摩那、意识跟前五识，叫八识心王。妄心呢，转八识成四智，问题就解决了。你把八识全放下，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般若智慧德相全现前了。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化身菩萨，你真的化身了，你见到法性了，你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白。我们今天麻烦的，就这三大类的烦恼，一样都放不下，这就真可怜了。一样放不下，换一句话说，轮回决定出不去，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受罪。放下执着，不再干差事了，见思烦恼断了，轮回没有了。轮回没有了，就出现了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
这个里头虽然没执着了，它还有分别，还有起心动念。必须把分别起心动念也得放下，才能见到诸法实相。事实真相啊，你明白了。放下就明白。为什么？你真放下，那就是感。诸佛如来就应，他一定帮助你救，帮助你证果。你要问为什么？这些诸佛菩萨跟我是一体。我这一放下，这是一个信息，告诉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我已经放下了，我到了成佛的边缘了。这个信息出去，也马上拉你一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一切山河大地、树木花草，跟我一体，跟我都是亲人呐，没有比这个更亲了。所以诸佛如来天天干这个事情，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一体，哪有不帮助的事情啊？无缘，每一条件，你问什么，全是多余的。没条件，这些开示都是大乘经上的精髓。我们果然能够有几分体会，我们的妄念呢就减少了。疑惑化解了。妄念减少，疑惑减轻，逐渐逐渐的真心就现前，这一桩事情只有真心现前，真心里头有智慧呀。能明了事实真相，用妄心，那非常非常难。为什么印祖说一分真诚得一分利？真诚是真心，真心懂得真心所说的话，妄心不懂。真心妄心所说的他懂，真心所说的他也懂。妄心的，妄心所说的他懂，真心所说的他不懂。那么发菩提心多么重要？发菩提心就是用真心，不用妄心。
这个最近这20多年来，我们讲菩提心，跟古人讲的不一样。菩提心的体我们讲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慈大悲。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菩提心生活在世间，肯定是这种态度看破放下，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自在随缘，一丝毫不勉强。这一生，这一世，决定念佛求生净土，亲近弥陀，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设法界的众生，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途径，同一个目标，在世尊的末法时期，除念佛法门之外，学其他法门非常艰难，不容易成就修念佛法门决定成就。三根普被立顿全收我们再看念老下面注解：今此经文于妙法莲华经中，是法非四量分别之所能解。意思完全相同，只是一句一味一音，等同无异，此非偶合，不是偶然相合的，是因是体同。这说什么？《无量寿经》跟《妙法莲华经》体同啊，都是自信清净圆明体里头流出来的，它怎么会不一样呢？故下引法华以证经义。证明经义，《法华经》云：“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
释迦牟尼说佛说法，都是应众生的感应。佛实在没说一句话，全是感应。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经上有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千不是数字，是无量。华严经用十代表无量，一到十，无量。那千是个大无量，圆满的无量。如果没有一切佛的拥护，佛怎么说法？佛没起心动念呢，他说什么法？只有众生起心动念，众生就是佛。就是佛实现的，让发心，流露出真实妙法，帮助众生解决难题。像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我们把水比作佛，要没有人实验，哪来那么多图案给你看呢？只是众生有感，他就反应，他就有应了。世尊现身是感应，世尊说法也是感应。所以那些感的人是不是佛？是啊，难怪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同的众生，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感，佛一样一样都来应。所以在教学当中要勤发了。普贤学院勤转法轮，你不勤他就不说了，他也就不演了，那表演的就不演了。身行言教都是应，没有感，他身也不行了，音也不叫了。那么世尊每一天在世的时候，每一天接触这些学生，长随中1255人。还有临时非常随众，
也跟着释迦牟尼佛的。他们有空就来了，有事情就离开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人数决定超过常随众。这什么？全是诸佛如来他们不断在发问题他们问题代表所有一切众生。好像在一个实验室里头一样。许许多多人做出实验像水实验的，那水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江本博士告诉我，做了十几年了，没有看到同样的一个画面，没有的，非常奇怪没有相同。他告诉我，我也就告诉他，我说不可能有一个相同，他眼睛瞪着，为什么？心不一样。我同一个人，我前一分钟那个心跟后一分钟的心不一样，他就明白了。这是心里感的吗？同一个爱心。对这个水同一个爱心，那个爱心的程度不一样，纯度不一样，夹杂也不一样，念念不相同怎么可能会有两个相同的样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你看那个念多微细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不一样，大同小异，绝对找不到相同的。我把这个道理说给他听整个大宇宙你找不到，不可能找到相同的。因为在念是妄念到什么时候相同呢？成佛就相同了，佛佛道同，佛没有念头，没念头就一样，有念就不一样所以妄心不一样，真心是一样真心没有妄念没有不起心不动念，还得要把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断掉。习气没断掉的时候还是不一样所以那我们就晓得常寂光完全一样，摄报图还不一样，摄报图可以说大同小异摄法界里面的大异小同六道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佛经里头讲的科学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为什么？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你看这几句，无数方便。这感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无数的感，他就有无数的应。种种因缘不是一个譬喻、言辞、言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换一句话说。你不能用分别之处，你不能用思量，你才能解
如来所说真实意。啊，你只要用思想、用分别，你所解的都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因为佛没有意思，你怎么能解？佛没有意思啊，众生有意思啊。那众生也没有意思，就入佛境界了。他一听就懂了，就证入了，就成佛了。啊，这是真的。慧能大师在《五祖藏诗》里面，听五祖讲《金刚经》大意，他是个老实人。他没有思量，他没有分别，他也没有起心动念。哎，他一听就懂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成佛了。为什么？他不用思量，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这个方法听经，一听就成佛。由此可知啊，五祖麾下的人不少啊，也有几千人啊，天天听他老人家讲开示啊，没有一个开悟的。包括神秀和尚，五祖家的这个手机他想了半天，那说那用思量啊，用分别啊，所以他那个机子不行。啊，五祖的衣钵不传给他。啊，慧能大师一听是这个机子，这个机子不妥当。一听就知道啊，啊，把他戒指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怎么改了？啊，把他的手戒指否定掉了。啊，这就是说明慧能大师的心啊，是清净平等觉。啊，别人的心呢，不清净、不平等，也没救。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为什么能大师听五祖一说法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没分别，没执着。没起心，没动念，本事就在此地啊！啊，谁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六根都放光啊？《楞严经》上说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啊！你看也好，听也好，你接触也好。立刻开悟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啊！不在别的地方啊，没离开你啊！你要开悟，实在讲很简单，放下就是。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见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提出这个问题。
他告诉我了，看破放下。啊，我还是业障重，不是像慧能，像慧能不是马上就开悟了。业障重，听到这两句话，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啊，他真的没有欺骗我。你看第一天叫佛门叫和盘托出，一丝毫没有保留，就把秘诀告诉我。啊，我们在这个学佛60年当中，长时间的熏习，完全体会到了。啊，这一生大彻大悟，是彻底放下难，但是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啊，只要放下分别执着就可以了，极乐世界就有份了。今天时间到了。